的小孩现在这样子，我希望他能出来面对。我们现在整个家庭都因为这个小朋友感觉看不到未来了，看不到未来了，看不到未来了。希望他能出来面对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，我们现在整个家庭都因为这个小朋友的话，现在真的就感觉看不到未来了。因为我跟我先生年纪都比较大才结婚，所以小朋友的话，将来到底怎么样，我们很难去，很难想象。他就欠你们个道歉，你觉得他的态度是不是很合理？我觉得。我不需要他道歉，我觉得他应该出来面对大家，不是针对我一个。我觉得只是因为我们希望他不要不闻不问，放一些话出来没有用。